我是哈尔滨人，我并不怎么能吃辣的，结果到这儿一看，这辣的不辣的都有，我觉得可能全国各地方的人到这儿来都能吃得惯，这个是我这个很意外的，而且非常好吃。在我们华盛顿已经有上十家的那种重庆火锅，他们都供不应求，很多的开了一家一家。我们的美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锅，在成都吃到那个火锅那个味儿非常的美，它不是那种特别辛辣，但是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是咱们中国的火热之心吧，非常好，希望那个大家都能来体验一下的。我们自己现在就做了一个川菜的川菜馆，在这个爱尔兰，川菜的这个文化我感觉是被输出的是相当好的。成都的火锅呢，我觉得每一家都值得吃，因为成都的火锅你到了本地会发现，成都的火锅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麻辣，每一个地方呢都不一样。啊，人们的生活最终是以吃，民以食为天，所以说你吃得好了，整个心情各方面都舒服了，然后你再去创作任何东西都有意义。